想好了，想好什么？老大，你不会要把我送到非洲去吧？确实和非洲有点关系。求求你，老大，不要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赶我走。你说什么呢？老大，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散伙了，是不是啊？笨蛋，我是谁啊？我是谁啊？老大。错，那是施兰韵。哎呀，施兰韵也是你救的。哎，你怎么就这么笨呢？真是的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小强，没错，我就是打不死压不垮，永远不会放弃的小强。豆豆牙牙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那本书里写的是什么呀？是呀，写的是什么呀？快点告诉我们吧，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呢。你们不要着急，我这两天正在研究呢。好像没那么容易。不会是你根本看不懂才这样说的吧？你想想不识字呢，他也看不懂。不是这样的，我那本书里好多字我都不认识，字典里也查不到。看来你也不是个好学生呢，这么多字都不认识。不是，其实也是，我的成绩确实不怎么样。我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好像是的，我们安慰安慰他吧。我要加油，我要好好学习。还是那么毛躁。把这个交给那个小丫头。好嘞，老大，我办事您放心。邀请倪想想小姐参加户外写生大赛，将有非常著名的收藏家前来购画，所得资金全部捐赠非洲贫困失学儿童。老大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自从和豆芽农场打上了交道，一直都走背运，处处都很不顺利，简直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是啊，老大，我们吃的亏太多了。所以这一次我要赢回失掉的尊严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老大，您的话可是曾经获过国际大奖的，这一次我们肯定能赢。你想想。请帖我已经送到了，去不去你看着办吧。你们又想搞什么名堂啊？嘿嘿嘿，我只负责把请帖送到你的手上，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请帖？你们怎么突然这么好心？当
然啦。想想小朋友，你可别不敢来哟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回去了。哎呦，这个大笨蛋终于走了，记得不要迟到哦。哼，画画，我最不擅长的就是画画了。从小老师就说我画只老鼠都像是猫的样子，可是这是做好事啊，我到底去不去呢？啊，还让专业的美术鉴赏家来看，完了，那不是要让大家笑话我吗？我才不去呢。咦，什么东西呀？请帖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我才不要去画画，让大家笑话我。这么好的天气，玩才是最快乐的事情。哎呦，谁啊？谁这么讨厌？是我。那胡子，干嘛平白无故的扔我吗？我可不是平白无故，我是要让你振作起来。你怎么能放弃这次比赛呢？这可是战胜时来运的大好机会呀。你不知道，大胡子，我铁定赢不了的。豆豆快看，是小小和大胡子，走，我们找他去玩。时来运就是想找个机会让我出丑。香香，香香，原来你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呀、啊！你不用怕时来运的，难道你们有办法？豆豆可是非常有绘画天赋的，你可以让他代替你去。可是时来运他邀请的人是我，但是我画的真的很难看。小佳快来，我们说服不了他。小佳，小小，你不能放弃，不就是画画吗？没关系，有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帮你，时来运啊，赢不了你的。你们真的让我去？可是我我让你不去，我让你不去，我让你不去，停下来，一定要去，停下来，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不去？说，去不去？不行吗？你们去比赛吧，我回去了。别走，我们只要团结在一起，一定不会输给那两个大笨蛋的。对，想想必胜。对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好，一起加油。老大，加油啊！又不是运动会，喊什么加油？安静。活该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觉得丢人呢？哼！老大，您别生气呀、啊！啊，老大，您画的可真好啊！你也不看看是谁画的？小小，别发呆了！对呀、啊，小小加油！好无聊啊，睡觉也是门艺术，我还是回去睡觉吧。睡什么觉？不许走！谁也不能阻拦我追求艺术的脚步。想想，不要轻易放弃，勇敢一点，你要相信自己。我再试试。不要着急，把你认为最美好的事物画出来，你一定会成功的啊。就这样完成。想想小朋友，你可要抓紧时间喽。老大，天哪，这也太完美了，我仿佛到了仙境一般，还能闻到这画中清新的空气。那是当然。太恶心了，马屁精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小小你一定行的。笑我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画的怎么样。想想，不要理他，我们继续。这画的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简直就是垃圾！说什么？小佳，咬他！叫什么叫？本来就是垃圾！老大，他们不讲理！算了，阿转，
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哦，老大，这种比赛的结果明摆着嘛，我们去散散步，反正评委一会儿才能到呢。嗯，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哼，气死我了，我画得真那么烂吗？我就说我不会画画的。想想你别灰心，我们帮你报仇。想想快点。嗯，快点豆豆，我们来把他的画涂个稀巴烂。对，稀巴烂。住手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我们要是这样做和他们有什么分别？我们要的是一场公平的比赛。气死我了。气死我了。想想熊熊你没事吧？我豁出去了。想想他不是被气糊涂了吧？想想没事吧？大家快来一起踩。嗯，好吧，我先来踩。哎呀，都疯了。我们也来，我们也来。你们真是胡闹，这是比赛啊。挺好玩。好像很有趣嘛，我也来试试。哎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这是我长这么大玩的最开心的一次，我从来没有觉得画画这么开心。这画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小毛丫头，那能和老大您比呀？当然。老大，评委来了。绝不可能！我赢了！哦耶！哦耶！哎呦，这样也能赢啊！气死我了！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老大，你没事吧？难道我就要一直输下去吗？这是为什么？想想好样的。走，我们去把奖金捐掉吧。好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要得到杜鸦农场。